年来剧本强暴戏十分频繁，公司花旦徐子珊、杨怡、高海宁、唐诗咏等诸多女艺人在不同的剧集上上演强奸戏。近日网友发现同晚 TVB 连播两出剧都有强奸戏，且强奸犯都是由黄伟棠演出，其中饰演被强奸少女的女星石天心在另一出戏也同样被黄伟棠侵犯，连续巧合让网友崩溃。网友先在大药房中发现饰演五小姐的高海宁在暗箱潜遭性侵，之后在再战明天中也有强奸戏码，讲述石天心因为受到继父多次性侵导致哥哥犯下杀父罪行，而饰演强奸犯的演员都是黄伟棠。其实石天心在上一部作品巨轮与黄伟棠就有强暴戏，他之前在受访时就曾透露连续三年都在剧中被强奸，令他心生厌倦，他决定出走 TVB 另寻新东家谋出路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加入男神女神第二季，不但会在这个冬天搭上去海外的飞机与跨国团队合作，还能与更多艺人明星共同成长，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。从人到神，一步之遥。